Sono怎么不醉了？他把这网上烙印吗？啊，海丽啊，把那个咱网修上来。海行，这次损失不大。哎呦我的，没事吧？哎呦我的，哎，咱这个爹当的可怎么容易啊？以后可再也不敢了。 小娜，小娜，她能管好自己，我就说好的话。小娜行。斯基，榻榻米呢？你有？斯基卡在寿司时露出里面的鱼腩。
4K 地铁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入れるか分かりますか？分かりません。この5円と5円同じ読み方なんです。ですからあなたと神様のお願い。5月5号晴。ショープノセツ。奈奈在日本的第一个生日，今天和神接了很多缘。鞋打开。行。哎，老金，老金，你听着没有？你是不是把电话给关了？我不怕那个遇上麻烦吗？哎呀，你赶紧的，古风班哪找你呢？啊，这样。怎么呢？闺女要找你呢，她要是出事儿了，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几天摸不着你？你有事说事。这不是事儿啊，除了你穿都是事儿经的事。你有没有一点温度？我找你一天一宿。你会不会好好说话？我好好说这么说，小娜不见了，那姑娘在日本失踪了。啊？行，说说吧。其实小娜已经好长时间不跟我一块住了，她一直住在外边。最近在京都的吉田寮多，她有个男朋友在那儿。没跟您说啊？啊，说了说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6天前，她和她男朋友来东京参加 cos 展，她男朋友是个 coser。小娜也经常跟着他们一起玩。什么东西 ？coser 就是动漫那种角色扮演。其实吧，我上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他跟我急急忙忙说什么要去给那男的拍一组写真，还说特重要，心事重重的。那男的叫什么名？叫李苗苗。长什么样？有照片吗？那个叔叔，我之前那旧手机里边有，我回头发给您吧。那男的现在也失踪。选点东西吃吧，小林跟跑一天。哎，对，你刚才说那个最后见的那面是几6天前。
刘殿前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谁听了问了问了，把人甩划我给划了，正在那忙着气我呢。他万一有事儿，他万一跟你救命呢？叔叔阿姨，岛津说他们找到李苗苗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了，最近一次就在昨天，在京都。可是刚才警察去了学校，也没找着人。有消费记录能好些吧？你说我这个三十多条船，我弄个海上，我大老远跑个捡个地方，我真的。金律师，你这么说不害臊吗？啊，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顾红，他把谁都是跟的是我，不是你。那，叔叔，我就先走了。哎，就不用不用不用，你吃饭再走。我明天去趟京都。誰を探しているの？あ、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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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啊！啊，你、你看，你中国人？啊！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是这么回事，我是那个金立南他爸爸，然后这有个叫李苗苗的住这个地方。啊。他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啊。三个山。拖帮带环。等他。啊，可以。哎呀，不能！好，买票，买票，买票，来，你拿下钱，给你下，我在这坐，不给你了，我等一下，来，小李。
5月5号，大风。娜娜在日本的第二个生日。乌龙 Q 了。也许是因为酒店的那个屏保，也许只是生日想做点出格的事。经理很高兴，他认为我终于可以厚脸皮拉客了，他给了我5000元奖金。これ。はい。一つ。いちごケーキ？うん。はい、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ご主人様、ごゆっくりお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ね。生日快乐。啊？是今天吧？狗问，他好善良。哦，少しずつ動いててください。少しずつ動いて。はい。は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はい、good。好浪漫。Yes。3, 2, 1。やめようってさ、やっぱダチオリ女だな。そんなことない。うわ、匂いも俺らのように高級そう。なあ、うわ、このカツラもいいやつだわ。やめとけよ。やめとけ。妹妹。高いやつ。待って、開けるぞ。啊啊啊好温柔。好疯狂。7月4号，晴。梦幻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被害者は17箇所の刺し傷がありました。被害者全身一共17处刀伤，主に腹部に集中しています。基本集中在腰腹部。致命傷になるような大きな傷はありませんが、没有致命傷。大量出血による死亡です。因为流血过多导致死亡。亡くなる前にはクローゼットに押し込まれたようで7、8時間。先曾被塞进壁橱里约7、8个小时。刺された時間は推定18時半ぐらいです。中刀时间推算为晚上18点半左右。それから亡くなる数時間前に数人と性交渉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另外，被害者死前几小时曾与多人有过性行为。
你咋？你这是干什么老金？他妈的！哎，对，你说那个，我闺女爱死了，是几点来着？6点半。不会他妈给耽误了吧？下午6点半。今こちら向かってますんで、235号室ひっきりなしに叩いて、どうしても画面内に隣の部屋に放り込んだんですよ。眠ってくれれば他のお客様のご迷惑にならないかと思って。ほら、これ、なんとかしてる。 金先生，金先生，先出来一下好吗？先出来一下，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知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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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疼啊，金云山！金世杰的，男的，冤！孩子，喂，男，身为一个父亲这个样子，你不觉得很丢人吗？看到自己女儿那种下场，你还会做？你真的爱她吗？如果爱她的话，就别再发疯了，请回走过去吧。你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回中国了，今天下午说的就。老王，警方傍晚调看了监控，地铁和那个自称室友的人确实同一个人，李苗苗。那个人几个小时前已经出境了。怎么？你不是你不说的是警察在找他吗？一直在找他吗？日本警方并没有正式通缉李苗苗。什么的？妈！妈！你把我打死了！你把我打死了！听到没有？昨天那个人出关的事，对不起。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我只是被派来处理公安危机的，案子并不归我管。哎，不说那啥，没有用了。谢谢。他八岁的时候啊，离婚了。哎，他就一直跟着我，整个岛上人都知道，那是我老金的。我靳允石的闺女被祸害了，这是个笑话，你知道吗？我是说，这从小跟我在一块儿，那真叫相依为命。要不然到最后那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对不对？但就。哪天他那个样那不是我闺女，我没法把她跟我闺女联系到一块儿去，你知道。是。哎，不过也是，我当爹的，那个反应确实有点过分。我不说了，这一天谢谢。真的对不起，非常抱歉。我的闺女就是太懂事了，懂
事都有点傻。小时候发烧了，我就给他偷了个凉毛巾给他铺脸上，想让他降降温呢，舒服舒服。这憋都喘不上气来了，也不跟我说。有时候就为了跟我说个话哈，能在我床边上站上一钟，他也不叫我，就等着我醒。那会儿我跟他妈闹离婚呢，那闹得也凶啊，我就把他给送他妈那去，他妈也不要他，他就自己个儿坐长途大巴自己跑回来，也不跟我说。那孩子很受伤啊。你还没事，那孩子皮实。哎呀，我这辈子活个什么？我的妈，我不就活个棍子吗？就这个小杂种，我那一辈子回他手里边去。我不弄他。几十天会把相关资料传给中国。不用。金嫂，お願いしますよ。我这还不用说。把你妈妈给我！啊！你走吧，他就是回来也不会躲我这儿。
你找个人去打听一下，打听一下就知道我说的了。110吗？我报警。我也是在找张雪。砍我干什么？那么大一个小石盆，赶紧砍走！不是让你砍走吗？赶紧走啊！上一段，谢谢啊。是刀吧？他昨天要是在那儿，肯定被你砍了。我是他妈妈，景兰。孩子我见过，去年在日本的时候陪了我好几天。挺懂事的孩子，要不是因为这事儿，我们也许就是亲家。
他没提起过啊。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可孩子没了是事实。他刚才在车里跟我说，你就想砍人，换做是我，我也想。还说提防什么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苗苗做的。 他就该死啊！看你砍不着他，你也找不到他。哼，是吗？他也许在同学那儿、朋友那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连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他12岁的时候就跟着姥爷姥姥，跟谁都不亲。他自己有主意的，像你这样的笨办法，跟不到的。哎，你想说什么呢？我刚说过。行啊，试试呗。可以啊。那你告诉我去哪儿找他。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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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能的时候才神奇。你脑子有病是不是？你相信我，你找不到他的。给我3天，3天好吗？我在3天里找到他。 但是，交给警察不是你，没有哪个当妈的想看着孩子被一刀捅死吧？答应好吗？交给法律来解决。如果真的是他，我尽其所有赔偿。 了解一下，先搞活动，试试呗。检查，看一下，看一下。来了。
谁叫的外卖？哎，不是，谁呀、啊？谁让你进来的？妈呀！哎，谁呀、啊？里面呢？哎，你他妈谁呀？里面面呢？说话。叔，你说啥？是啥苗啊？进食。啊？没事。别跑！现在拘你。是私闯民宅，持刀行凶，懂吗？我这就是找证据呢，我你不能惯我，哎，你跟我说，哎，你惯我您就跑了，哎，他二杀了我闺女，我报警行吗？我，别记了，老实点啊，走，不是我走了，他杀人你不管吗？走，你等你这杀人的事儿打，还我的事儿打吗？你。为什么这么多，妈咪？妈咪，小青，那个就是让我把苗给带回去。怎么想的？前天车上跟你说过了，送进去，至少他能保住条命。
监狱里磨磨性子，留着挺好。想报复吧？对不起啊。 7月20号，晴。不想成为一个猎物的话，就要先当一个猎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看男朋友，懂吗？痛。いいね、この匂い。さすが亀のスープだ。 8月2号，晴。他说看到柳乐那一刻才意识到，他其实一直爱着我。他说嫉妒是衡量爱的唯一标准。我嫉妒你的鞋子，因为他们把你从我的身边带走。 Thank you.
你前妻打来几回了？闺女火化，得过去啊，对吧？那天大的事儿没有比送闺女重要啊。 你是摁个手印，我转拘你15天啊，还让我把他撕了？但是你得给我个保证，一会儿出了这个门，马上买机票去日本，行吗？ 5%. Wir haben ja eigentlich hier kaum gleich. Ja, ja.
没事啊，对不起，没事啊。哎，站住，别跑！杀他呢？这跟我没关系，没关系。酒は死、しぼみは引き返り。12月28日，阴。不会有人在了解我以后还爱我。告诉你，我不小心什么都忘了。
有时候想变成一个啤酒罐，撒泼了壁炉，渺渺长河的那种，就那么一直被他的那双手拿起，再放下。车，您稍等。翻页给我。他不在这儿。楼上有老人。前来。地下室。我看看，堆杂物的。赶快到我这儿来，把这疯子带走。时间够吗，大叔？
真神，哎，真神，我终于见到真神了，我还一直担心见不到。东京奖的实在是太酷了，也是你组的队吧？哎，网上这几天传杀女票的也是民间大的吧？你猜。 走了，他把他一个房子，现在认走都不打滚，现在追他都追他，你赶快追呀！行了，行了，走，我把你接过去了，辛苦你，辛苦你，可是我不得把他把日记抓着吗？走了，抓怎么抓的？走，听我说，走，跟我走，你现在不追，你赶快的，一会儿话给你说，我先让你看看。 不能了，不能了，真的！哎呀，真不能了！那不能，不能了！哎呀，哎，轻点，轻点，轻点！哎呀，哎呀我去！哎呀，轻点，轻点！哎呀，不过我说的是真的，大哥。算了算了算了。
在这儿。跟上。确定是他？应该错不了。想干嘛？他，哎，他得去机场，他得跑。你消停点。真的，我。他要去机场。啊不，也不确定。怎么办走？先跟那儿看看。啊，边上你别胡来啊。Woo!
我。人呢？砸坏了，没拍到。他不都眼睁睁的看到了吗？是。那还有什么问题啊？问题，他不说话呀。得让他先去日本送闺女，条件，否则什么都不说。这问题对你们来说是问题吗，戴震？不是问题。可你儿子苗苗要是还活着的话，可已经过去快10个小时了。所以呀，你能把这个人给我请出去吗？具体怎么弄是你的事儿，警官，我不便插嘴。但人，你不能给我放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警官，让我进去跟他说两句，就一两分钟，好吧？能告诉我一下死活？好好去送你女儿，3天行吗？
你说什么？放他走吧。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你，那你去。但我这回车祸现场，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苗苗不在了，他不在了，他犯什么法了？你去不了。 疼的人是我，戴警官，他死了吗？我能活几天？他能熬，你们能熬，我能熬吗？苗苗能熬吗？帮帮我，也是帮你们啊。人要是在，要是被找回来了，不是吗？ 这我做不了主。去。叔叔，本来同乡会的翟大哥说要亲自过来接您的，可是实在是忙不过来了。这两天联系公益社什么的，也一直是他们在弄，所以我就和司机一起过来了。小丽。嗨。帮我个忙，帮我看看去。 没事，你帮我看着，啊！我想让你帮个忙，我想见见这三个人。 小哪里你找我？越死，我死得越绝。
是他主动打电话的，说只要接受妙妙，怎样都可以。姐，姐，お前にとって頼まれた。でも妙妙には知られたくないって。今からそれやったんだよ。今からそれ。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なんと 10% も安くなるんですよ。金さん、金さんご伝言があります。桂女我带走了，我不会告诉你她葬在哪儿，也不会让你再见到她，永远，我发誓，愿老天爷报应。大丈夫ですか？他守个闺女跟别人活狗，没脸了。自己捅了自己十七刀，求他原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觉着呢？这三个杂碎我找着他了，其实是李苗苗把他们的朋友烧成个大火球。闺女是去找他们说情，希望三个人和好。结果这三个杂碎把他给强奸了。他们一次次累着他，打他，挨个揍他。我闺女是替着秋晴被糟蹋的。你那个瘪玩意儿捅了他十七刀，说他喜欢跟人窝狗，丢了他脸。不是这样，逼他吗？
2018年4月10号，晴。あ、奈々ちゃん。はい、店長。これあげる。何ですか？
哎，我连个副店长喊来。ありがとう店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気をつけて。はい。ありがとう。ナナちゃんさ。はい。これもあげる。何に？耳いつも何もつけてないから。ご恩は。間違いない。これは私の子。ねえ、本当に今日帰った方がいいって。ね、明日の朝授業間に合わないよ。帰んない。いやいや、帰んない帰んない帰んない。え、もう家まで送ってあげるからさ。いや。もう無理。可是，不是每个人爱你都会爱到嫉妒你的鞋子。奈々ちゃん、私も心の一番奥に隠してもらえますか。奈々ちゃん、奈々ちゃん。
3号，晴又给五十岚打了电话，有些松口。他和阿佑要是能回心转意的话，苗苗一定会很开心。罗秀出个哈格西。如果真像他说那样，是不是就可以拘他了？得让他过来做个正式笔录。是这个吗？他拿给你的，是吗？你得过来跟我做个笔录，证明苗苗这是真实的。我得去机场。你干嘛？你做笔录才能找到苗苗啊？你不是早就想苗苗进去吗？那他妈是我儿子！没有意义了，警官。戴震，你不能让他走，你得拦着他。行，咱看看能耗多少天。刚挂上，啥也不干，就这么盯着。咋想的？没咋想，盯着踏实。媳妇儿跟孩子怎么样？哪天空你过去看看。人还在吗？不在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否则，我可以给你讲讲李苗苗。一会儿他想明白了，他给我打电话。你明天带他回局里。好啊。
来呢。确定人在我手上吗？八成吧。郑小姐呢？走，我带你去。走啊。你俩跟上就行，别轻易动手啊。看见没有？骨头叫，再有一个钟头才能满潮，也就半个小时的机会吧。其他植物上去都会出叫。驴儿，这马上就看见了。你到底要干啥？我把玩意给你啊。说你的目的。目的想让他死吗？九岁那会儿那马病危，你本来答应带他去日本玩的，结果去不成了。他在那马病房闹腾，直接把呼吸机的呼吸管给撞掉了，那马去世。你和景兰都没有责怪他。起贼的时候，你和景兰闹离婚，刺激了他，他去炸青蛙，把那个炮仗直接塞到青蛙嘴里，青蛙那个碎块炸的孩子满身满脸都是，直接摔进了池塘里头。你和景兰吓坏了，只好暂时的放弃离婚。又过了几年，景兰还是决定要走，孩子甩给了你。最终你俩因为这个离了婚。再过些年，你觉得那个熊玩意儿长大了，你就放心让他带那闺女去玩。结果他从蹦床上一下把那闺女给蹦出去了。三岁的小闺女，瘫痪截肢。你们就是打了关系，再后来人自己考到日本去了。他知道你在日本有事业，他想继承你的产业。
跟你现在那个媳妇儿死活不要，再加上他又上午棍你这事儿，你想把他扔监狱里头去？律师，他就彻底失控发了疯。就这么个玩意儿，你不想弄他吗？是，可以弄。具体怎么弄是你的事儿，但人你不能给我放了。可是你不能动手啊，你得接到啥意思，对不对？光天化日了，人就是在你这下来说你啊，是不是就被拘了？你不是早就想苗苗死了吗？梁好啊，一会儿我给你。妹妹呀，你下死手！你干什么？你疯了！你说，你管我的钱！你给我干死你！我让你弄，你不是我的。金桑，我见到了戴桑，他很积极，所有文件我都交给了中方，他们非常重视。那个容疑者有什么消息吗？わかりました。其实我来见你的目的主要是这个。什么东西啊？你女儿手机里的 SNS 有着大量的她到东京后的照片、视频、日志，除了对这个案子的帮助，对于一个父亲来讲，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珍贵的吧。所以我私自决定把这个给你。那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呢？很多，这个要慢慢看。やっぱり心配です。想杀人的想法。还有吗？頼むからそんなバカな考えをよせ！抱着这种想法，很可能下一分钟就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你到底想说什么？那个人不是凶手。啊？说来可能难以接受，但却事实。
你女儿并不是那个人杀的。这不是我杀的。尸体刀口的位置、刺入的角度以及受力，他自己。他自己是起盗啊。那个男人一直在现场，留下很多血脚印，但凶器上没有他的指纹。还有你的女儿，其实她是六七个小时之后才死的，因为流血过多，那十七刀并没有一刀是致命的。我就随便干不了。不是你想的那样，苗苗，我是想去帮你，你不要命了。这样子你就行了。他给你打电话求助啊，他给我打过电话呀。我让他拿了，电话一直在他的身上，也有电，但那几个小时他一个都没补过。你个婊，你到底在说什么呢？想说他没有求助任何人，包括你。他自己爬进了壁橱里，在里面一直画这个，直到死。9月7号，晴。早上又梦到了跑步，烧了200个盘子会不会好？7月6号，晴。小林笑死，不相信我怕水。哎呀，欢子岛的人也可以怕水啊。哪里的海都一样，东京也可以变成欢子岛。8月9号，晴。挣扎和不挣扎，哪个会比较痛？3月7日，晴。梦见了老金的尸体挂在天上。空气中雾蒙蒙的，一股农药的味道，我呛得直咳嗽，但是没有哭。12月9号，晴。もしかして私には皮膚がない。あるのはただ神経、時にこの塊だ。血管と血族子に混ぜて、溶け出して。你随便，你愿意借不愿意借，你随便拿下。上。所以是从哪刻开始变化的？变得会把所有人吓跑。连我自己也不会想和自己在一起。
小时候怕死会躲到的地方，老金出海常待的去处。不害怕了吧？最久在里面睡过11天。害怕的时候就画太阳，画着画着天就亮了。运气好的话，老金还会回来。小南啊，你在干啥呀？小南，你给我起个头啊，小南，小南啊！闺女，我得找着你，你好多事好多话我没法说呀。我你我求你别管别管我。小涛，我也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见了。再要有下回，咱不这样了啊！你在那儿好好的啊！有人听见了，小南，你给我说一声。你都知道了，哥。ダメです。告白するときは好きという言葉しか使いません。好きという言葉は一方的に自分の気持ちを表す言葉です。でも今の愛という言葉は双方の合意がなければ使えません。ですから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のように自分たちを同じく愛してくれる人に愛は使います。いいですね。
はい。じゃあ金さん、今の愛という言葉を使ってもう一回文章を考えてみましょう。うん、はい。愛は愛、愛。Maybe you won't see my tears anymore. Maybe I won't feel the fears anymore. Some night is burning, my set is quench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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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you want real.Break my heart anymore. Baby, you're gonna lose my arms. I gave you up. The night is burning. My sad is quench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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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 gave you real love. What you want more?Maybe I won't choose the sons anymore.
My boat is sinking. My cabin is drifting. I get a real love. But what is love? Can you feel my love. Can you